全台南第三间食物银行在南营的道新公园地下室来正式开幕了。这不是一般只有提供给流水族群来使用的所在，在当中有家里真侪趣味卡书，那是会当看册放松，更有 DIY 客厅等等，就是希望这个所在会当服务全部的人。今日去食物银行，一挂物资甲民生用品拢是一般会出现的。不过遮无共款，是家己看册所在甲个分空间，特别是还佫有免费商店，相当特别。这是伫新营南园绿都新公园地下室新开张的食物银行。这个食物银行不仅仅是食物银行，而且是知性的、全方位的银行。甚至有里长带着他的里民开车从偏远的地方来这边，这边都这样子都见证了许多这个社会上是共融一体的。在这个防疫期间，社会爱心并不会因此而打烊，也不会因此而中断。我们希望借着这个食物银行，串起人跟人的心，让大家交流更密切。食物银行一般拢只有服务有需要的弱势族群，不过这不同款，因为是以的服务大众为出发，有 DIY 课程，免费食物会当来品尝，相当多元。就是希望大家都会当将这来当作休闲的所在。在这里呢，不只是只有感恩户可以来到这里，我们更欢迎所有的市民都能够把它当成一个休闲的地方。事实上也做到了，我们每个礼拜都有 DIY， 我们很多的市民都到这里来。看来我们这个照顾弱势食物银行的这样子的理念，不是只有市长、局长或者我们所有社会局的同仁的一个理念，是大家的理想。你伫新营食物银行服务的人虽然不是上多的，不过服务的范围是整个溪北地区相当大，所以普里关怀协会更加的专车服务来帮助需要的人，直接将物资送到厝，也有提供交通车次，让偏远的民众会当来使用，就是希望会当将温暖送到每一个所在。记者陈怡瑞新营区采访报道。